卦叫温汪卦，得此卦者得天下。神点了，鬼吹灯。大侠金豹子动拳了。金豹子。天之下，还没有老子忌惮的事情。我本人比较帅，对吧？五行八卦懂得多了，行事自然会带些其中的道理。你知道有多少人来这凤鸣阁，就只为了瞧上我小凤仙一眼？是那个时候，天机怎么改？日本人知道自己败局已定，想利用文王卦来扭转局势。谁都想不到，所有的贫血是一切都厉害。就算是给我下套了，我也无所谓。能跟你在一起，只能过一天，我也愿意。一定要抢在他们之前，找到文王卦。続けて殺せ。足りなければ捕らえてくれ。日本鬼子太没人性了。要挟人者死。